你看，你看，这不就开始摇头了吗？好可爱啊！哦，它是整个摇哎，连对，底下因都为摇哎。底座在这儿，哦，现在我调的模式叫 personal heating mode，什么意思呢？好高就是级！它现在吹出来的风是一条比较聚拢的，还有一种 diffuse 的 mode，就是吹出来的风就没有那么聚拢。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能感受到风力总控制在这个。糊糊的。所以当它接受信号的时候，它就停下来了，挺笨的。而且它怎么只往这边转呢？你没发现？你在拥抱他吗？感谢他摇头了。这么小个遥控器，你说平时放哪儿呢？放哪是不儿？是放哪儿就是很容易就不见了？嗯。哇！它就吸住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天呐，好高级啊！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刚才其实在想一样的问题，我想说这完了，这东西肯定能让我给整丢了。这是德国的优秀的工业设计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